要请杨丞琳要给我们的这个舞狮一人一个红包啊，我们可不可以靠近一些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表演特技给大家看哦。好的，来，我们丞琳拍一个照。好，我们要请我们来这边，应该可以看到我吧？真的会啊，因为舅妈就是店长嘛。是，那舅妈其实真的，我们家的家人非常的少。对，哎，怎么有点想哭？没有没有，莫名其妙，神经病，我好crazy哦。没有没有，这是一种感动哈。哎呦，刚刚看到姨妈也在现场，对不对哈？这左右邻居都是好朋友啊。我觉得我好像神经病哦。好，这是一种感动的感觉哈，要跟大家分享。不会流出来，不可能的。没有啦，真的真的，我的哦，救命啊！哎呦，我没办法讲话哎。舅妈你说，舅妈你说，他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对，是因为家人很少，就是因为本身，因为我们张家的亲戚并不多，所以大家的感情都很好，所以就因为他们是我的岳父公公婆婆是大陆过来的，所以他们是第一代，所以这里只有我们这户人家，没有其他人了，所以人丁单薄，所以希望大家各位帮忙，谢谢。而且谢谢那个我姐姐订婚结婚的时候超感动的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亲戚，一桌可能都坐不满，都是靠她的姐妹在撑场面，可能有几个我都没见过。对，所以未来我结婚应该也要靠她，除非我除非那个我夫家他们本身是那个你知道亲戚很多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就其实今天我站台真的不算什么，因为当年其实我们家境非常不好的时候，他用他的力量完成了我的梦想，所以现在他完成他的梦想，这点力量真的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算什么。是，我觉得我妈应该在楼上哭吧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刚刚像丞琳跟小舅妈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厚哈，对，等于是那个小舅妈跟这个小舅，还有这个跟那个妈妈，等一家人，就是把这个丞琳跟姐姐都照顾得很好，但无微不至，所以要把这个诚心诚意的感觉要照顾给所有来到店里面享受的客人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没有我舅妈，我妈妈应该就是一个自闭人了吧？对，因为我妈不出门的，那都是我舅妈在鼓励她，我和我姐姐都叫不动，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妈妈会这么享受生活，过得这么开心，是真的是都是小舅妈的功劳。对，来给小舅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哦！哈，要谢谢小舅妈。丞琳刚刚突然悲从中来，是怎么回事？应该算是喜极而泣啦。对，因为小舅妈她开了这个诚心养生会馆，其实对我来说那个意义的重大，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吧。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她其实在他自己状况其实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他还是有就是帮助我们家，那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其实在我需要完成梦想的时候他伸出援手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站台真的非常的不算什么。哎，然后有一方面又替他开心，然后一方面又想到他为我们家做了很多，然后他也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再来就是他也让我妈妈就是愿意去交朋友跟认识这个外面的世界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宅女，所以我觉得对她的感谢有太多太多了。用我的名字，我是深感荣幸啦。对，虽然这个诚也许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有，但是我觉得她当然一方面是希望诚心为大家服务，那再来就是舅妈说她觉得她感觉用我的名字好像会有好兆头，所以那时候她就问妈妈跟我说同不同意，那我当然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未来我就是会当一个忠实的顾客，我是一个按摩就会大睡觉的人，即便按脚底，所以粉丝来的话应该会看到我睡觉的很可怕的样子，因为一般人会想象说我睡觉可能很甜美之类的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那个真心想要舒压的人可以来，之外想看我睡觉的人也可以来。其实我本身真的很会按摩，说真的，我如果要当绝对不是当老板，一定是按摩师。对，就是其实我蛮会按摩的啦，不要说男朋友，其实跟我一起合作过的男女演员啊，他们都有就是体验过我的手劲。那其实我不知道哪来的力道，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按中人家的那个穴位，然后感觉就是好像天生就会的，我根本没有练过。然后我自己就是平时也真的很喜欢按摩自己的手啊、头啊、肩颈啊，就自己可以帮自己按摩的话，对。但是未来的话，我还是享受当一个客人比较好。有谁让你按过？很多哎，就不一一唱名了。对啊，跟我合作人那么多，有男有女啊，都按过，他们都说非常好啊，就是力气很足够，然后又按对位置，就有一些按摩会觉得很痒嘛。对啊，但是最主要不是我按的好不好啊，是这家师傅他有帮我，就是让我之前演唱会受的伤，然后加上其实我
从小学跳舞，我的身上就是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疼痛，所以他帮我舒缓疼痛还蛮重要的。嗯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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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